大家回来，我们呢接下来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每日好物。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刚刚这个要抽电影票的这个抽奖部分的留言现在是已经截止了，所以我们现在后台的小编已经是加快脚步在帮我们做这个抽签的部分，待会呢就要来抽出我们六位幸运的观众啦。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好物，噔噔，是这个来自澳门的，它叫做咸切酥。这个我自己是没有吃过哎，但是似乎这个在澳门算是蛮有名的一个伴手礼。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人是从澳门来的吗？是不是没有，对不对啊？都没有澳门的朋友，我们读者朋友，如果你们是有从澳门来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好吗？那这个呢，我看一下，它是好像算是一个比较算是饭后的小点心吧。反正 anyway， 我们现在马上打开来跟大家试吃一下。然后我好像需要一把刀子，没关系，我自己直接暴力的把它打开，直接暴力打开。好的，哇，它打开是有一个这样子，打开以后呢，里面总共是有，哇，有几片啦、啊，反正蛮多片的，蛮多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它打开是这样子，就是一片一片包装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可以很配这种下午茶的感觉。我待会就会配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个 Sangri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味道。然后呢，这个呢它在华人超市卖一盒是 3.99 美金，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华人超市逛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好不好，就是认明这个包装，咸切酥。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所以呢试吃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哦。它是像一个饼干这样子啦，对对对，它是贼鸡，好的，贼鸡，不好意思哦，我现在还不太会看是哪一鸡，贼鸡有看到吗？它应该是把它卷一卷，然后切片，然后拿去烤，然后烤出来就是长这样。里面呢就是成分就像跟一般的饼干差不多，然后有芝麻、鸡蛋啊，然后有一些新香料等等。然后我看一下哦，它是写，不好意思，因为刚刚喝了太多的那个葡萄酒，现在有点喉咙好像有点卡痰。好，我现在来吃一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收音吗？我们要收音吗？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ASMR 之类的，我们喝一口看看。很脆耶，而且不会太咸。虽然说它的名字叫做咸切酥，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咸味，就不是没有什么咸味，就是真的是很像饼干，不太咸，然后吃到后面会有甜味跑出来，因为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小麦粉，还有加麦芽糖，所以它其实吃到后面是，虽然说它名字叫咸切酥啦，但是它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哦，它的名字叫咸切酥，但是它吃起来就是真的像一般威化饼干的感觉吧。大家有吃过威化饼干吗？威化饼干大概就是吃起来是像酥吗？还是硬一点？很酥，不会很硬，牙齿不好的牙齿比较脆弱的观众也是可以，而且真的吃起来不会腻。那之前我们可能有吃一些比较偏日本糕点的，让日本糕点就会比较偏甜一点，然后你可能吃很多就会比较腻，可是不会腻耶。这个我不用配饮品也是可以吃的蛮。有人要吃一下吗？反正它这个很多片，你们一人拿一片，快点，我们场外的宝宝们想要的也可以进来拿哦，好不好？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我自己会买，这个真的蛮好吃，真的蛮好吃的，就是饿的时候吃一片，而且它真的不会腻，不会太甜，好不好？这个咸切酥，对不对？蛮好吃的哈，对啊，这个咸味道，因为好像就里面有腐乳是吗？里面有，对，有红腐乳，还蛮中式的，是一个比较很特别，我之前好像没有吃过类似这种味道的东西，所以是澳门特色的。真的是澳门特色。如果大家有去澳门玩的话，可能这个暑假有去澳门玩的朋友，可以去买一盒这个试试看。虽然说我们现在华人超市也有啦，但是你如果有去玩，想要带伴手礼的话呢，可以试试看这个咸切酥，推荐给大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小编已经帮我们做好电影。
啊，我自己忘记去留言了。我刚刚原本想说这个我们中场休息我也要去留言。哇，好吧，那我们今天好不好？今天就把机会，你知道少我一个，这就把机会让给大家了。好，所以我们是抽三张嘛，对吗？抽三张。等一下，我们要不先等一再等期待一下，我们先进个 coffee break。哦 ，OK， 好，我们要先进个 coffee break， 让我喝一下我的饮料。我们待会回来呢，就要来抽奖喽，不要走开哟。今天呢，要这个抽出来的是电影《下一任前任》，由我们郭采洁主演的这个电影的电影票。那到底有哪几位观众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呢？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今天抽出来的这个电影票呢，它是电子票，所以电子票它是会寄到你的信箱里。所以今天如果有抽到的朋友，记得要私讯我们 Wakao LA 的这个粉丝团的小编好吗？那这个电影呢，是只能在Monterey Park Atlantic Plaza 的这一个 AMC 只有这个电影院可以使用的哦，所以如果也许你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可以转赠给你的亲朋好友啊，或是有同学住在这边的都是可以的。时间是只有周一到周四，所以呢，大家准备好了吗？啊，有没有很紧张？哇，我刚刚自己都忘记去留言。好，来，我们来抽吧，我们来抽。首先，第一位非常幸运的观众是谁呢？叮，好，抽到了。来，我们准备看一下，噔噔，是谁呢？是郑跟珍丽，恭喜你们得到电影票，记得要私讯我们小编哦，好不好？好的，第二组继续来，我们换那个小编抽一个，我们那个制作抽一个好了，可以的，好，拿到了，好，来第二组幸运的观众是 Maggie 跟 Pen 吗？是 Maggie 跟 Pen， 没有，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哦，好的。Maggie， 你刚刚 tag 的朋友就可以跟你一起去咯，好不好啊？当然你要找可能是男朋友女朋友也都可以的，好吗？好，恭喜 Maggie， 记得要私讯我们小编哦，要记得哦，不然这个抽奖机会好不好？好不容易我们这个久违又送电影票，导播好忙哦，导播要抽一张吗？导播太忙了，导播没有时间，我帮他抽一张。好，我们抽这一张，我们来看一下是谁，是噔噔Amy 谢，恭喜你！好的，是你们认识的吗？是你们认识吗？认识，是我们的观众吧。哦，是我们的观众，是不是？是比较这个资深的观众，是不是？好，恭喜 Amy！ 好的，大家记得哦，一定要私讯给我到我们 Wakao 那个粉丝团的这个粉丝专页去私讯你们的email 对吧？是私讯你们的 email， 那我们会把这个电子的电影票寄去给大家，就恭喜大家得到。好，那现在
脸已经红红的了。什么东西？你的脸双颊已经红红了。我双颊有红红吗？真的假的？有比刚开始的时候红很多。真的吗？可能是我本人比较白吧。好的，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新闻酱报，记得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拜拜。